加油，宝贝们，宝贝向前冲！马上请让我们的第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那一天爷爷领我去大金鸡看，看见那舞台上面好多大花脸。一边唱一边喊，哇呀呀呀，好像炸雷，叽叽喳喳声响在耳边。谢谢。哎呀，这一登场相当的惊艳啊！是的，妈妈的歌唱得这么好，不是专业的哪有这水平？妈妈是音乐老师，音乐老师，音乐老师，不要老师了，唱完就不要了。真傻，他叫什么名字，宝贝？叫什么名字，宝贝？啊，宝贝叫周艺琳。周艺琳，周艺琳，对。哇，这有小名吗？小艺，小艺，你是这么可爱，这么美妙，那一年多来，你带给了爸爸妈妈太多的感动和欢笑。那么我们的家庭也因为有了你才更加完整，那爸爸妈妈希望你长大以后，不论身在何方，不论你今后做什么工作，都能够快乐，都能够健康。好的，好，今天是我们的小艺成为男子汉的第一步，希望宝贝儿尽全力发挥。来，有请我们的萌宝，请准备。我们的萌宝小艺已经准备就绪，现在老爸已站在我们的惩罚台，老妈已站在了我们的身边，期待小艺的精彩表现，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好，小艺，宝贝，不能犯规，不能犯规，哎呀，宝贝，不能犯规，目前处在一个犯规的状态之下。小艺，妈妈在这里，直接冲着我们的玩具就去了。如果踏上第二关，我就要开始读秒了。小艺，第三我读秒了。妈妈在用这个歌声啊，小艺，小艺，呼唤宝宝。小艺发现了，哎，加油，真的，好像突然间听懂了一样。好，宝宝开始继续前进。加油，快点，加油！现在 Jerry 向他招手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小艺可以听懂妈妈说的趴下趴下，犯规犯规。你好你好你好，是一个勇敢的小男生，想跟 Jerry 成为朋友。拜拜。从此我就不再走啊，就留那了是吗？小艺，快点！好，我发现了玩具小火车。哎呀呀呀呀呀！真力大无穷的破坏之王。小艺，小艺，加油！破坏之王，小艺，哎、妈妈在这儿。小艺，快一点！小艺，宝宝完全没有反应。宝宝，你们谁说这样？最后五秒钟，五，宝宝，宝宝，三，二，一，周艺琳小朋友挑战失败，坑爹成功，惩罚那就开始了。老爸，请准备好，我知道你很无奈。送给周一小朋友小贝针，一薄到底，纸尿裤大礼包。好的，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谁也不知道，知道我有多少秘密。欢迎欢迎，来往前站，往前站。是，为什么要想起小龙人这个音乐呢？因为我们家宝宝只要是枯燥的时候，只要一听到这首歌，立马就安静下来了。真的？对。我还以为是龙年生的呢。对。哦，真是龙年生的。对对。怪不得你就是小龙人。龙人啊。今天拿了小马，哎，对，祝大家马年吉祥。哎呀，年初三对不对？妈妈心好甜。他俩放在一起，祝大家龙马精神。龙马精神，没错。来，先今天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丁思宏的爸爸，我叫丁少恒。
我是丁思红的妈妈，我叫金文。所以这个是丁思红小朋友，对不 对？有小名吗？有，叫依依。依依，妈妈手上今天拿了很多的卡片，是这个是？对，因为我们家宝宝就是跟爸爸一样，特别喜欢学习，爸爸一样，对。都认识吗？今天我们现场来考一下，好。好，来妈妈。宝宝，请问小狗狗在哪里呀、啊？狗狗是哪一个？狗狗在哪里呀、啊？哦，对了，再试一次，再试一次。青蛙是哪一个？哦，答对了。你这是小神童啊，一百分哎！好，那接下来宝宝要登场了，有什么样的祝福和寄语送给宝宝？我们就希望能够像依依这个名字一样，平平安安，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大步向前走。今天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拯救你的老爸啊！大步向前爬。没错，大步向前爬。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萌宝一，请准备。好的，我们的一小朋友能不能一心一意的完成比赛，就要看他的表现了。老爸，你站在我们的惩罚区，老妈，你来到我身边，请听口令 ：3、2、1，Go！ 叶思红。妈妈拿了一个奶瓶，刚刚是宝宝公司最爱喝的牛奶。快来！动作非常敏捷。快来！哇，依依很厉害。丁思红，丁思红，依依，丁思红，那这快来这里，快来，快来，快来，宝贝儿，快来，丁思红，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玩具区，宝宝，吃饭了。瞬间就和我们的杰瑞成了好朋友。依依陪妈妈，你是要把每一个玩具都递给杰瑞吗？这是一个忘年交啊，忘年交。丁思红，快来，丁思红，到妈妈这里来啊。丁思红，他还是丁思红，在跟我们的杰瑞分享手中的玩具。给你。恭喜我们的思红，目前获得价值800元的电压力宝一台，现在你就有奖品了。你对杰瑞已经恋恋不舍，再见了我的朋友，再见了我的好兄弟。杰瑞都跟你再见了，过来吧。怎么了？你要回去吗？你是要回去吗？回去奖品就没了。回去奖品就没了。快来给妈妈，丁思红。这个时候，玩具赛车能不能吸引到我们宝宝的注意力？车来了，快来！小汽车能不能引导依依爬上来呢？看来也不行。这个时候，依依的眼中只有一个人，那就是 Jerry。5秒倒计时，能不能顺利来到第四关？不要了，快来！完蛋了，四。非常遗憾，我们的思豪挑战失败，坑爹成功。现在惩罚开始了。老爸，出了那么多的汗，就洗个澡吧。来，八，水花相当大。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啊，妈妈就来了，这是风车啊，对，好久没见这种跳的古老的风车，哎，中间是竹子的，这个是高粱杆的，高粱杆的，对，来分别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陈鹤东的妈妈，我叫张红。我是陈鹤东的爸爸，叫陈青。啊，宝宝叫，所以小宝宝叫陈鹤东。陈鹤东，对，小名叫啥呀？东东。好像听说你们还给主持人带点礼物是吗？哎，是。什么礼物啊？这是外婆还是奶奶？姥爷。来，欢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盒老北京的糕点，叫京八酱，寓意是福禄寿喜。富贵吉祥，老师说太好了，谢谢。这个给我就好了，我就替栏目组收下。这一人独吞呐。对，就替栏目组收下了。啊，今天是可以说是全家齐上阵啊，为了这个小孙子，对不对？对他有希望吗？
我希望他们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把孩子拉扯大呢，要做一个就是说对社会有用的人。哎呀，姥姥说的太好了，你说的人真的是教育完了儿女之后还要教育下一代，对，教育孙子，加油宝宝，爸爸妈妈永远爱你。高，你的唇印看到没有？好，甜蜜的吻，这个是妈妈祝福的唇印。 对， 对， 对，加油，来，我们的萌宝请准备。好嘞，我们的萌宝陈鹤东已经准备就绪，老爸已站在我们的惩罚区，老妈就站在我的身边，期待陈鹤东的精彩表现，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加油加油，有所行动。哎呦，笑得好可爱啊，真棒，当大妈了，我最受不了孩子们的微笑，你知道吗？特别的萌，对，来呀呀呀呀呀呀呀，节目呢都有小费钱，一薄到底是腰腹，对不对？一定不可以空手而归的。不玩那个，不玩那个，来找妈妈好。宝宝顺利的来到了第二关，继续前进。好。好，第二关玩具的诱惑非常多。宝宝，不要玩那个了。宝宝这时候发现了鸟叔。宝宝，快来，给你这个来，还差两步就把我获得，现在很高了。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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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这么激动。恭喜陈鹤东价值800元的电饭煲一台。来呀，快过来，快来，快来，来，来找妈妈，来找妈妈。但是我不得不说，陈鹤东小朋友真的非常勇敢，真棒，依然在向前攀爬，没问题，过来，坚强，来，小妈妈，靠你自己的力量，宝贝，双手奉献才算成功啊！真的，今天会是我们的东东第一个完成比赛吗？会是东东吗？第一个人是不是你？第一个人是不是你，东东？送年货给你们了，恭喜东东挑战成功。天哪，还有流着口水，宝宝真棒，真棒，爸爸，你没想到儿子表现如此出色，真的没想到，真没想到，非常感谢宝宝，耶耶耶，我们最棒，我们最棒，耶、yeah! 好的，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分别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从老爸开始。老爸，你这太细心了，你看。大家好，我是骆子宇的爸爸，我叫骆小辉。啊，我是骆子宇的妈妈，我叫张冰清。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骆子宇小朋友。是的。啊，小名叫什么呀？小名叫甜甜。甜甜。啊，甜甜蜜蜜。哎呦，听说我们的宝贝骆子宇是一个表情帝，是吗？对，表情特别丰富。有照片吗？有照片没？这样请看。有照片没？这样啊，这个是洗澡的时候。Rocker， 好像在唱歌一样啊，对，自嗨，自我陶醉，好笑，我觉得普通吗？飞吻，飞吻吧，宝贝儿，看这里，看最帅的这个，哇，飞吻哎，帅哥跟你飞吻，哎呦，有回应，有反应，有反应，反应啊！而且我听说爸爸和妈妈的爱情故事啊，还有点特别，不算被骗婚吧，也算是也差不多了。说一下。话说我跟我闺蜜是高中的时候最好的同学，其实我们跟乐乐是同一届的，就八中的。那时候经常在走廊上看到乐乐，然后我们班很多女生都暗恋你。天哪，好恨自己当年有。乐乐那个
时候跟现在比，是他现在帅呢，还是那时候帅的？我只能很诚实的说啊，当然现在帅，那个时候比现在体重要高一点。哎呀，我们聊他们好吗？不聊到我这儿来了，怎么着？对，话说那个我那个闺蜜是我高中的时候最好的朋友，然后我老公呢是他表哥，他眼看他表哥已经年过三十了，然后终身大事还没有着落，就特别心急如焚，然后呢就不惜以人格担保跟我说，我这个表哥特别好，身高1.8米，跟你正合适。然后我就说，哎，那就见一面吧。然后见面的时候就，这有1.8米吗？我今天没穿高跟鞋，就这么被骗了。当时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爱意的？求婚的时候就是，在看电视，然后突然送了一朵玫瑰。妈妈是不是当时就被感动了？就很惊讶，为什么只有一朵？我想其他那998朵在哪儿呢？然后也没找着。今天问一下呢，其他的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其他的。所以今天我还准备了99朵玫瑰，来送给老婆。哦，这连我们栏目组都不知道啊！老爸这保密工作做的也太好了吧！快，亲手交给。来，老婆。今天我再送99朵玫瑰给你，加上之前那一朵，一共是100朵，也是希望我们能够百年好合，白头偕老。老婆，我爱你。啊！掌声鼓励一下。天哪！哎，今天是什么节目？好像主角不对吧？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之前那一朵加这99朵。真的要祝福他们两个人百年好合，谢谢我们的洛爸爸。这个是洛爸爸送给妈妈的99朵玫瑰，一会儿宝贝会送给妈妈什么样的礼物，我们拭目以待。来，有请我们的宝贝，请准备。好的，我们的萌宝已经准备就绪，这个浪漫的爸爸已站在了我们的惩罚区，妈妈就站在我的身边，今天宝贝能不能也送上大礼？ 3, 2, 1 go。来，宝宝，快加油！爬爬，甜甜，一见收到之后非常的开心啊！甜甜，加油！加油啊！甜甜，妈妈还没来，宝贝。哎，第一关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干什么？干什么？不能走，宝宝，不能走。甜甜好聪明啊！甜甜，爬爬，好，加油！甜甜，爬爬就到妈妈这儿了，加油！甜甜，棒，爬爬，找妈妈。甜甜是从爬爬，树上爬过来的，加油！这好快呀，加油！好的，恭喜甜甜，目前获得价值2000元的高科技净水机一台。快，甜甜你是最棒的，甜甜你是最棒的，就靠你了，双手奉献。双手奉献，快！到了，要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完成吧。最后一波，恭喜甜甜挑战成功！哇！甜甜非常勇敢，拯救了老爸，为家庭送上3500元的空调一台，送给甜甜一家，恭喜你们！来，给大家听，有请！哇，好漂亮的妈妈，好帅气的爸爸，可以，好胖的小伙子，耶！一个心情，欢迎，三位哪位来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雨泽的妈妈，我叫韩小叶。大家好，我是曹雨泽的爸爸，我叫曹谦。好，欢迎两位。雨泽小朋友，这不用说了，一看就是个小男生了，是小少爷了。据说你们家这个隔代情是特别深的，是吗？是的，从宝宝满月以后，雨泽一直是由姥姥亲力亲为24小时照顾的。所以妈妈今天到现场来了吗？今天到现场了，我的妈妈。哎呦，你看宝贝开心的，真的看姥姥特别亲啊。姥姥今天有什么话想对两位，还有包括您的这个小外孙说的？女儿女婿说。瞅着他们一口这么快乐，我特别开心哦，特别开心。平时那些累和辛苦觉得值得吗？没有，值得，特别值得，是不是？特别值得。哎呦，所以接下来的宝贝寄语是由哪位送给宝宝？是亲爱的雨泽，从你出生以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之前爸爸妈妈睡懒觉不吃早餐，到现在每天早上听到你的声音就立刻起床按时的吃早饭，从之前每天工作应酬疲于奔波，到现在每天一下班就归心似箭，从之前在都市的喧嚣中内心的浮躁，到现在看到你天真无邪的笑容心里那份纯真的感动。总之我非常感谢我的宝宝，那我也希望在将来我的宝宝能够成为一名勇敢的敢担当的男子汉。关键我们小宝宝自始至终都很乖哦，接下来今天要看你的表现了啊，加油，来萌宝请准备，加油。此时此刻爸爸怀着一颗忐忑的心站在我们的惩罚台，而妈妈就在我们的身边，小雨泽做好准备了吗？来宝贝请听口令 3, 2, 1, go！ 雨泽加油！哎呀，这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和妈妈这儿来，哎呦哭了，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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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哭一边爬。雨泽，妈妈，和妈妈这儿。雨泽，你可得快点爬，你妈风车已经烂了。加油，过来，宝贝。你再慢点，你妈风车就全烂了。加油，雨泽，加油，雨泽，加油。这边，这边，这边，我这儿。怎么那么棒啊你！宝贝，加油！宝贝，站起来了，飞爬过来，宝贝，爬过来，不是走，亲爱的。雨泽，你光速一般的爬过来，速度加油，过了第二关，加油，宝贝。雨泽，妈妈在这里呢，真棒，你真棒，快过来，亲爱的，你太棒了，快过来，宝贝。雨泽，那个是你的斜坡，妈妈在这里，回头看杰瑞，快过来，加油，加油，快过来。雨泽的哭泣，宝贝，最后一关了，加油，宝贝，宝贝，你真棒。这里非常给力，加油，加油，了不起！快过来，宝贝，妈妈在这儿呢，宝贝。哎呀，杰瑞，你隔这么远了，你还吓人家？最后两步了，很快，很快，爬过来，雨泽，加油，雨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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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我有，哎呦，这个小福来，哎呦！在大年初三，我们的雨泽完成了他的挑战，为全家赢得了一台空调，价值3500元。是的，恭喜你，好样的！耶，这些都是你的。耶！好，让我们欢迎接下来登场这组家庭，有请。这一家三口都穿得红彤彤的呀，真喜庆，新年快乐！我是赵建植的妈妈，我叫孙建坤。好，我是孩子的爸爸赵文峰。赵建植啊，俊植。哎呦，他知道是喊他呢。是，你肚子饿了？你口水流到衣服上了？这个，据说爸爸妈妈两个人的这个恋爱史是特别特别的甜蜜，而且特别特别的有小心思，是吧？哎，是。我和妈妈是在2002年的7月4号相识的。哎呦，这么具体啊？对，在学校大学的图书馆里。嗯。我在上自习，然后看见孩子的妈妈，被孩子妈妈清纯靓丽的外表，又认真读书的样子所吸引，然后我就巧妙的搭讪。哎，巧妙的搭讪，你还真会夸自己是有技巧的哦。怎么个技巧法？对，我的优势呢，对历史方面特别感兴趣。哎呦，他当时不巧看的正是历史方面的书。嗯。然后，我对他那本书进行了讲解，甚至对某些篇幅进行了倒背如流，就引起了他的好感。你真是有准备的吧？你背了好久吧那本书？这个是一种缘分吧。妈妈来，第一眼对爸爸的印象怎么样？就觉得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一个大学生。嗯。然后觉得特别斯文。还没上大学是吗？那个时候我刚高考完。哦。刚考完。出手比较早。还偷偷溜进那个大学的图书馆去看书。那您也是爱学习啊，刚高考完我们都在玩呢，您去看书。嗯，你看现在那也好认真的听爸爸妈妈过往的往事。么么哒。我想占用这个舞台，对我老婆说句话。好。老婆你辛苦了，12年前的一个承诺是我一辈子的承诺，以后我会用心守护我这个承诺。生活中也有很多磕磕绊绊，但是我们也一步步的得到了我们想要的幸福。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一定努力让你成为天底下最最幸福的女人。老婆我爱你。
觉得我已经是最幸福的女人。哇，好温馨呢、哎、不知道小小的俊奇能不能感觉得到，请你今天用实际行动啊，回报爸爸妈妈这份爱好不好？好的，好的，来宝贝请准备。俊奇小朋友今天已经做好准备了。是的，不知道他会被输的老爸今天能不能经受得起大鲨鱼的考验呢？当然此时此刻一切都要靠妈妈了。来宝贝做好准备， 3, 2, 1, GO。 我的宝宝有一个特点，就是先去那个环境先观察，然后再开始行动。哦，就是先要观察清理周遭的环境。 对， 对，观察敌情。程程加油，程程妈妈，我看他不像在观察，他像是在看电视啊。程程向妈妈这儿来，来来来，遥控赛车开到程程的面前，他依旧没有什么反应。虽然你才九个月，妈妈教你好棒，从五个月你就会爬了、啊、快过来吧。来呀，来来来，向妈妈这儿来。彻底趴下了小伙子。程程向妈妈这儿来，妈妈走了，呼呼呼呼。程程，程程好，起床了。光起来，这是你的一小步，是你爹妈的一大步啊！看得出来，妈妈平时带宝宝多哎。好的，来来来，快带到妈妈那边去。来了，哦，真好，宝贝，宝贝看到了我们的玩具赛车，好不容易才迈开了往前爬的步伐。程程，快来呀！宝贝，宝贝啊，时间有限呐，别光。不行动啊！程程，我们要倒计时了。五、程程，一，不可惜，在有效的时间之内，我们宝贝只停留在第一关卡，所以宝贝挑战失败，坑爹成功。程程真的太爱观察这个世界了。来，程程，你观察一下你爸爸，看看他现在状态怎么样啊？来不及开了。欢迎接下来登场的家庭，有请。你好，我新年欢迎，祝大家新年好。我们唱歌，我们跳舞，祝福大家新年好。姐姐不高兴了，姐姐。妈妈知道宝宝怎么了吗？大宝，来交换。哦，是这样啊。换一下。哦，要这样啊。哇，完成一个很严肃的这个交接仪式啊。没关系。好了。据说两位这是一个也有一段留学的异国浪漫的爱情故事，是吗？太浪漫了，是不是？对，我们在英国留学4年。我们一起来看一张照片嘛，你看，这应该是在伦敦。这是大概多久之前的照片？哦，好久了。七八年、七八年。爸爸的变化还真不是一般的大。胖了，爸爸也更加男人，有男人味了。是的，有两个孩子、都是两个孩子的爹了呢。大宝宝会跟我们到终点，小宝宝今天看你的。来，宝贝，请准备。来的小宝贝已经在我们的起点处做好了准备了。是的，他的爹地已经在我们惩罚台的终点做好了准备，而妈妈在我们的身边。好嘞，一家人做好准备， 3, 2, 1, GO！ 谢谢，来着，快来，抱抱来。你穿的真性感，哇塞，这个速度更性感呢。这些玩具都入不了他的法眼吗？难道？而且留了一个莫西干的头哎。哎呀！哦，那就是 Jerry， 快来往前爬。他的表情好震惊啊！是的，但是他却没有哭，是一个胆子很大的小伙伴呢。好的，西西完全没有看到地上的好吃的。西西在用歌声表达内心的喜悦。西西加油加油！妈妈抱，快来！快来，好宝宝，快来！姐姐把你的好吃的都吃光了，快来！快来，妈妈抱了。好的，他尝试了各种舞蹈动作之后，终于又开始了他的爬行之旅。捡到了一颗鸭蛋，掉了一大坨口水。快来，宝宝，加油！捡到了道具之后，他舞蹈得更加起劲了。好的，西西的速度非常快，马上通过第二关。
后你们快点往前爬。好嘞，快来快来，看来没什么吸引力啊，宝贝。糟糕，完了，不知道看见了什么，西西开始往回爬。下坡路兄弟，上坡路要简单吧？好，跟着小火车加油加油！西西又看到了小火车，羊。对对，把小人拿下来，不好吃，把小人塞进了嘴里，快来，这个妈妈有好吃的，快吃奶了，快快！哦，西西听到"吃奶了"三个字之后，来了干劲，吃奶，快快快快快！好的，再一次通过了第三关，获得价值2000元的高科技净水机，加油，最后一关，加油！哎呀 ，Jerry， 别挥手了，西西是特别会玩的一个小伙子，哎呀，西西再见。时间有限，宝贝，快来，开始倒计时，五、四、三、二、快来，一，离终点就是这么近，那么远，没办法，我们的西西挑战失败，坑爹成功，而且西西一次又一次把他的2000元高科技净水机给送走了。老爸解了两颗扣子，然后最后。这颗进水里了，恭喜西西一家，最后获得的奖品是价值800元的电压力锅，恭喜。好，继续欢迎接下来这组家庭，有请。哎呀，这哪来的呀。Hello Superman。 Hello 嚯，这一家人穿得怪清凉的，爸爸穿着沙滩装就来了。对啊，因为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旅行，所以呢，我们两个也非常喜欢海。是我们两个人制定的人生的旅行目标也是玩转赤道。快点，人家去过哪里，好不好？这是长白山天池。天池啊，在我国的吉林省。是。这是太阳岛，在哈尔滨，对不对？对。这是埃及。哎呀，哇塞！迪拜就是帆船酒店的背景。这是在马尔代夫。度蜜月的时候。好望角这是在非洲。这是在马尔代夫，这是我们正好怀了宝宝的时候去的，真是不错啊，特别让人羡慕。对，真不错。而且据说爸爸妈妈好像有某一位的这个照片和我们宝贝的亲子照是神同步，对吗？对，这是天哪，我的照片跟宝宝照片，而且这么做根本看不出来哪张是现在，因为有一张照片也进行了做旧的处理。对，既然下来了，听说宝贝会做这个体操，广播体操是吗？对，真的这么能干呢。我们有没有音乐给他一段，看看让他做广播体操什么样啊？原地踏步，这是爸爸做体操吧？6、7、8。真是齐，哇塞，1、2、3。哦，哇，嗨了，不是为了输啊，这是也不闲着。你有没有我们的宝宝开心啊？鼓掌！这集我跟你讲，坐在台下的王乐乐找到了他童年的感觉，是吗？他从小在杂技世家长大的。对，乐乐的父亲是一个杂技演员，所以从小这种高难度动作也没少做。是。就这样悠孩子，您不担心吗？这可以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从小大概刚出生第二天他就做这种运动了。第二天，医生都是带着来做这种运动。所以这也是经过科学证明非常有效的宝宝一种锻炼方式。但是建议电视机前没有这么魁梧的老爸不要轻易尝试，这万一没抓稳，是够可怕的啊。没错，想到宝贝以后应该有一些祝福和这个寄语的东西给他，对不对？皮皮，妈妈希望你能够成长成为一个尊重生活、懂得生活、享受生活的男子汉，正如妈妈给你起的名字一样，能够用你的聪明睿智去开启你幸福潇洒的人生。值此马年新春之际，爸爸妈妈也祝你可以奇迹一跃，马上会跳哦。这是一个爬的节目啊，还要在我们的赛道上跳一跳试一试啊。当然我们今天主要比爬行，爬得好就可以，有没有信心妈妈？加油，有信心。好嘞，宝贝请准备，
小宝贝现在已经打足精神，在我们的起点处做好准备。爸爸妈妈说要为他记录他成长的点点滴滴，相信今天也是一个不错的记录。尤其是一会儿老爸如果落水的话，相信长大以后看到会觉得好开心的。是，还有妈妈已经在我们的身边等待宝宝的到来。来吧，宝贝，做好准备 ，3、2、1，Go！好帅气哦，快来过来找托马斯，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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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过来，对，好的，听懂了，要爬，爬过来啊，皮皮爬过来，走了，皮皮站了起来，皮皮趴下，趴下，皮皮飞奔向电视机，皮皮皮皮皮皮，皮皮今天是梳了一个很特别的发型，相当帅气。趴下趴下趴下，皮皮趴下，皮皮有一种闲庭信步的感觉，皮皮，好的，皮皮冲了过来。杰瑞的势力范围，皮皮拼命的跑，皮皮开心了起来，最后一关终于站不住，开始爬起来，哎，拜拜拜拜拜，皮皮跟杰瑞 say 拜拜了，皮皮爬过来，皮皮走得真稳，好的好的好的，哎呦喂，到终点了，非常遗憾，在从起点到终点的过程当中一路都是走过来的，所以挑战失败，坑爹成功，感谢皮皮一家人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哎哎哎呀，希望我们的赛道也像马尔代夫一样有趣。在皮皮爹轰隆一声落入水中之后，皮皮最终却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意义，等到宝宝们长大的时候，看到今天自己的窘境，看到爸爸的模样，也都会发出会心一笑吧。所以接下来我继续想看到爸爸落水的局面，有请乐乐和马莹姐带来你们的加油队表现。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闪亮登场，有请。请。哎呀，小公主好漂亮。好可爱。Hello， 大家好。Hello。佳妮给大家拜年啦，祝大家马年吉祥。你好，哎呀，宝贝儿，宝贝长得好漂亮啊！对，佳妮有小名吗？叫朵儿，叫朵儿。朵儿，听说朵儿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绝活。对，是的，是的，是的。是吗？有这个有视频为证是吧？对对，我来看一下视频。只要爸爸做一个手势，瞬间就倒地。天哪，这个我宝宝起来，宝宝起来笑了。我们可以在现场来一个吗？那可以，可以。看爸爸，看爸爸，看爸爸，我要开始打枪喽！预备，啪，走！哦，那是慢动作，慢解动作。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呀，啪！哦，天哪！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我那个就是小的时候也比较爱动，所以说他也比较爱动，外向，所以说我就没事就跟坐床上就玩这种游戏，老陪他玩，就这样。我好像是已经会走了，比较喜欢玩啊，他会走了。那一会儿能听懂你说让他爬吗？来吧，他能听懂，能听懂，但不知道能不能听我们的就不知道了。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和寄语送给可爱的佳妮？我就是祝我的宝宝在今后的生活里就像今天的赛道一样，虽然呢充满了诱惑和波折，但一定会克服困难，勇敢前行。人生呢就如赛道一样，不在乎咱们，也不在乎这个过程的长短，只在乎过程的精彩。好，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结果也很好，对不对？谢谢。好的，来，接下来我们的白佳妮小朋友，请准备。好的，我们的萌宝朵已经准备就绪了。可爱的老爸已站在了我们的惩罚区，老妈站在我的身边，期待朵儿的到来，请听口令 3, 2, 1 Go。 佳妮看见了吗？我担心的是朵儿已经会走了，她会不会，你看我刚说完，朵儿你能走啊，宝贝啊，朵儿你要爬行啊，佳妮看这里，看你的手熊爬，要爬，宝宝爬过来好吗？你要走的话，佳妮太容易了，是犯规的，所以呢，老爸虽然很可爱，但是还是要惩罚你。佳妮，看你爸爸。好的，送给我们可爱的宝宝白佳妮，小贝针一薄到底，只要多大礼包一份。
好的，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谢谢，宝宝也很可爱呢。怪宝宝骑得可高了哈。妈妈来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然然的妈妈，我叫顾真一。大家好，我是然然的爸爸，我叫马波。然后这是我们的宝宝马卓然，小名叫然然。听说宝宝现在已经学会跟你亲亲了，是不是？对。跟我们说说。这个比较激动，这是就有一天早上吧，他平常醒了以后，我就把他从小床上抱到我们大床，然后让他再陪我们睡一会儿。然后有一天呢，然后抱过去以后，然后他就跟就是感觉我闭着眼睛嘛，然后他感觉有一阵气吹过来了，然后感觉有人亲了我一下。我一睁眼看他那眯着眼儿，那个咧着嘴冲我笑呢，然后特别可爱。你想想看，从宝宝呱呱坠地低声的啼哭，到第一次的微笑，到喝第一口奶，到后来会爬会亲会走路，哇，很多很多的第一次都是在父母的见证下看到他的成长。所以很多父母就说有了孩子之后会很辛苦，但是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快乐，而且充满了惊喜。对，来，我们的萌宝然然请准备。好的，我们的萌宝已经准备就绪了，老爸已站在我们的成花台，老妈站在我们身边等候宝贝的到来，请听口令 3, 2, 1 GO。 然然，我来呀，然然，然然，然然，来呀，然小朋友，宝贝，来，宝贝，走过来，宝贝，来，好，来，来，宝贝，我很担心然然会被 Jerry 吓哭吧。你保持不要动啊！哎呀，动了！然然，然然，妈妈在这儿呢。宝贝，再爬几步就可以拿到奖品啦。好的，恭喜然然，现在获得了价值800元的电压力宝。来来，快来！妈妈在这儿呢。来，宝贝，来，宝贝。好的。然然你好棒。时间非常有限。最后5秒倒计时，然然能不能顺利完成？五，快快快，然然，四，妈妈在这儿呢，快来，三，二，一，就差一点点，哎呀，非常遗憾，然然挑战失败，惩罚开始。恭喜萌宝然然获得价值2000元的高科技净水机一台。好的，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好酷啊！你好，怪不怪？这是未来战士的造型啊，对不对？相当帅气啊！亮如神真面目，如神真面目。来，妈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是萌萌的妈妈，我叫倪春阳。我是萌萌的爸爸，我叫孙中一。妈妈和爸爸是怎么认识的？我听说好像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妈妈介绍一下。是的，我们的之间介绍人有7个。这是我朋友的前女友的同事的老公的同事，是他们的组长。啊，什么？等一下，好乱，没听清楚，是您同事的？对，我就知道你肯定是以为我是胡乱说的，是吧？我再说一遍，你看看对不对啊？是我朋友的前女友的同事的老公的同事，是他们组长。对，就叫反正是他组长啊。然后怎么就是你们认识的呢？就是我们认识也证明了，就是世界上你通过6个人就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就你想认识任何一个人，找6个人就可以了。没错。听说宝宝这个出生之后，爷爷奶奶对宝宝特别特别的用心啊，对宝宝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爷爷奶奶把他每天的成长都写成了日记，而且还有他的照片，然后挑选一些特别有代表意义的，写上了一些标注。爷爷给他刻了一个很大的印章，用一块25公斤重的寿山石把他的名字刻到了上面。给宝宝刻的。天哪，爷爷是相当的用心。是的。有来哈，两位就是对爷爷奶奶。来，请爷爷奶奶请上来，有请有请。哎呀，爷爷带的这些就是给孙子记录的这个日记本是吧？然后这个是什么印章？这个我的小孙子叫孙厚墨，这里有他的厚墨两个字。我希望他做一名有道德、有文化、
有修养的高尚的普通人，这是我对他的希望。那接下来妈妈和爸爸有没有什么样的寄语送给未来的宝宝？萌萌，当你能够看懂这段视频的时候，相信你一定不会记得在你出生的时候妈妈是怎样疼的把医院的墙拍出了一个洞。萌萌，你肯定也不会记得你是怎么样在我给你换尿布的时候一脚把我踹到床底下的，但是你肯定会记得那个在你饿了困了疲惫了的时候给你温暖的怀抱，就是你的妈妈。你的到来让我们的小家更完整和温馨，我们感谢你，我们希望你这一生健康平安快乐。好，谢谢。今天我们希望萌萌能够坚强坚持完成比赛，为家人争光。来，有请我们的萌萌，请准备。好了，我们的萌宝萌萌已经准备就绪，老爸已站在我们的惩罚区，老妈站在我们的身边，期待萌萌的到来。请听口令 3, 2, 1 Go。 萌萌萌萌过来啊，这有好吃的还有好喝的。萌萌萌萌快过来过来过来，萌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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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萌萌萌萌加油，萌萌加油加油加油，大萌萌萌萌萌你看这是什么？哦，球哦球，萌萌萌萌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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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很有限的，时间很有限，加油加油加油，大萌大萌加油。 OK， 大萌那个也好玩吗？过来吧，在第一关过来吧，过来吧，还没有突破第一关，过来吧，大萌看爸爸在哪，萌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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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大萌大萌，小青春果然是很厉害的啊，小鸭子呢？大萌大萌大萌，这呢这呢，大萌大萌大萌，看这个你看到了一首四个是吗？小鸭蛋，大萌，哎，大萌，你是个大萌，大萌，大萌，在哪在哪？爸爸在哪？好哎，爸爸在哪呢？下的妈妈在哪呢？萌萌，哦，你们聊上了是吗？大萌，时间有限，萌萌，最后五秒倒计时，在哪？大萌，大萌，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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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过来过来，三。挑战失败。萌萌，你看爸爸，爸爸被大鲨鱼撞到水里了。哦哦哦！热闹脸上带了两个小苹果的小宝宝。知道啊。哎呀，妈妈带着一个，这是什么呀？带着。这是春联，今天是大年初三。是。这个春联也是送给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的。首先，这个春联是谁写的呀？春联爷爷写的。爷爷写的。哎，对。春联的上联是天降祥龙喜气扬，下联是浩瀚前程锦如画。横批是0K365，每天都很好的意思。OK365啊。这个春联有什么讲究吗？这也不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传统春联。这个主要就是以我们宝宝的名字来写的，因为宝宝叫周天浩。天浩。哎，对，上联的第一字和下联的第一字藏着宝宝的名字。这算藏头对联。对，赶紧事不宜迟，做好准备，去赛道上吧。手上拿的是宝宝的爸爸妈妈给宝宝在很小的时候就给他准备好的各个地方的明信片，也是想给他的人生经历当中留下非常精彩的一笔。你看现在有了宝宝，去哪玩都想着孩子。是，虽然宝宝这么小，出去还会给他寄明信片，可见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非常非常爱孩子。今天也到此一游啊，我跟你讲，这还真有戳。这是爸爸妈妈在宝宝一周岁的时候为他准备的姓名章。所以你看父母亲是多么的用心，所以宝贝儿你今天不能坑爹呀。是的，宝贝来做好准备， 3, 2, 1 go。 好的，快快快，你看这里妈妈有什么你最喜欢吃的橘子，橙子，快来吧快来吧，加油加油，周天浩加油，快一点快一点，一定要爬过来哦，一定要爬过来，不能站起来。好的，天浩好
像听懂了妈妈的话。快过来，那个东西有电，有电不能碰啊！有电，烫，不能碰啊！这是个活人，那没有电。哎，好，快来，赶快来！小天后非常勇敢，哎呦，还知道自己擦口水，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你看，妈妈给你大拇指了。好，第二关过了，获得价值800元的电饭煲。哎呀，老板给你等。你吃的，你喜欢吃的，还有你最爱的书，宝贝儿。哎，这妈妈给你讲故事。哦，坐这来，坐这来，妈妈给。好，好。妈妈，加油，加油。哦，不哭，你是男子汉，你很坚强。虽然现在小天后带着鼻涕、带着眼泪在往前爬，但爬得很好。加油，加油，爸爸，爸爸，来，过来一块鼓励他。宝贝要自己守住终点，完成比赛最后一个环节，最后最后最后，好，恭喜宝宝，天哪，太棒了，太棒了，宝贝儿这一路是咳嗽着哭着流着鼻涕的过来了。你知道我最感动的是哪个瞬间吗？不是他最后成功那个瞬间，是他爬着爬着自己把鼻涕擦掉继续往前爬的那个瞬间。哦，天浩现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但是成功了。没错，我们也要送给他们价值3500元的空调一台，希望你们喜欢这新年礼物。继续让我们有请接下来登场的家庭，欢迎，有请，有，这么大了，有，欢迎，哦，您好，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爸爸？我是孩子的爸爸，我的儿子叫张昊天，我叫张刚，我叫孙明月，是昊天的妈妈，哦，还有平平，还有平平，就自己介绍一下，我看平平已经会说话了，来，我是安安的姐姐。李晶晶，安安的姐姐李晶晶啊。李晶晶，你小名叫什么呀？萍萍。那弟弟的小名叫什么呀？安安。多好的名字。是，而且他今天戴的福字后面就有这个玄机啊。哦，来看一下。看一下。哦，平安啊，得右往左看啊。而且一男一女，一女一子，写出来是个好字。是。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所以这一家四口特别的团圆美满。其实我们的赛道也是一段旅程，这里是起点，那里是终点。对。今天我们的乘客就是我们的宝贝了。是。所以宝贝，请准备。加油。安安已经在我们的起点处开始做好准备了，平平安安的爸爸已经在我们的终点惩罚台做好了准备，而妈妈跟我们的平平已经在身边准备迎接弟弟安安的到来。是的，接下来各司其职，请听口令 3, 2, 1, GO。 安安，妈妈拿了一个巨大个的苹果，姐姐一直拿着安安的衣服晃悠，这是安安的衣服还是你的？宝贝，你在看什么？看积木。来，加油！好的，安安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好。看到了赛道上另外一个奇怪的东西，是，也是一个最不应该看到的。安安，妈妈在这里呢，妈妈在这里，这里有苹果，这里，这里你爱吃的苹果在这里，宝贝，安安好棒，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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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安在这儿呢，加油。大家这个情绪几度失控了，尤其是老爸，快来！亲爱的，老爸用飞快的速度把香蕉剥开了。宝贝，家人都不能帮助啊，要宝贝自己守住终点，要宝贝自己守住终点。安安，往前，守住终点，可不可以做到？宝贝，耶吼！太棒了！
年过年回家，我们要再多带一项年货，这项年货叫做价值3500元的空调，送给我们这对可爱的家庭，送给平平安安一家，祝你们一家人还有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